从南边开始扫过珠江、太湖、长江、淮河、黄河、海河、宋辽，就相当于咱们七大流域都给扫了一遍。格美呢，它的移动速度呢比较缓慢，让它有充足的时间呢来积蓄能量。加之呢就是西南季风现在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水汽补充，所以它这个水汽呢比较丰沛，降雨强度大。然后目前看呢，我们预计呢就是它扫过的范围呢，面雨量可能能到70到130毫米。